大哥，村里有个小老板进别墅摆酒，他叫我们抓河里的白鳝。别墅这老板不简单啦、啊，肯定啦，他不差钱的，我价都没跟他讲。你有想好怎么抓吗？我刚回来的时候都想好了，在脑袋里。走，喊大妈走。好，我去拿工具。这单生意不简单啊。对，搞快点，走。大哥，再远一点要倒了。这么多麻竹够你做武功白鳝桶了吧？应该差不多了，先把麻竹鸡翅米尝。那一根不是有好多进一口？聪明，不然怎么叫武功白鳝桶呢？这个进一口的厨子又是一个大工程。哎，不大不大。就这么长够了。先把这些长的鸡胸翅米，不然扛不回去了。你才知道啊。没带钳子怎么量？这绳子是米多的，我在家量好的。这太大了，有点不好转。再来一根。好，来，多包鸡蛋。哎哎，小心啊。好嘞。哎，那现在要怎么弄？每节珠子上下打两个洞，我来安装进一口，我来打洞，这个我在行。哇，摁了这么多洞，不是能抓很多白鳝？肯定啦，不能让老三没有面子。你去鱼老板那里买点白鳝喜欢吃的饵料，剩下的我来安装啊。终于弄好了，摁了，秘制饵料回来了。我武功白鳝桶也做好了，吃完货我买哦。嘿，我先放秘制饵料，你去喊我表弟几张出发。好嘞。娘姐，辉哥带你抓一花台。大伙上船，好，再晚一点，今天水有点急啊。就这里放了。站长，这条河这么宽，你确定有白鳝吗？螃蟹算不算？还不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才知道。表哥这话说的有水分。拿出那棵树啊，过去。哎，我扔下去。这个武功白鳝桶，表弟你不管了。好，哎，让他沉。哇哇，来，我问一下你，小心点啊。好，来，我问一下你。哇，来，好，我沉，让它沉。放，漂亮。全部位置要几天，不然明天捞不到。放心，我在水里做记号。那行，贝哥，表弟，我带你们去参观一下富楼塞的别墅。那我先回去换个西装。那我也回去换个西装。表哥，你那皮鞋借我穿。咱俩谁跟谁呀？拿起穿。回家的路上来首音乐 ，Go 皮鞋皮鞋 Go Go 皮鞋皮鞋 Go。